Telstra 将在10月召开股东大会，或将做出重大战略性调整。本视频将会为您具体介绍调整内容以及解读调整方案对该股票带来的影响。欢迎大家收看本期 Go Markets 独家解读。Telstra 将在10月通过一项长期的公司架构调整计划，目的是合法地将其 Infraco Fixed 业务部门和公司主体分开。Telstra 必须在 Infraco Fixed 保留至少 50.1% 的股份，并且所有的收购方必须是有资质的合格的投资者，比如来自五眼联盟的投资者，而不可以是同行业的电信类公司。Telstra 多年来一直在筹备将其核心基础设施拆分的一家独立的控股公司，以增加估值，为股东创造更大效益。以去年为例，当时 Telstra 以28亿美元，接近28倍估值的价格，成功出售了电信塔业务的非控股股权，出售价格远高于目前该业务的价值水平。假设 Telstra 股东通过对 Infraco Fixed 的重组方案，未来的成长空间会更有想象力。澳洲老牌的投资银行们会把 Infraco Fixed 作为重要项目，向澳大利亚大型养老基金、离岸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推广，以其三方共赢获取最大收益。从 Go Markets 团队的分析角度看，该项调整计划利大于弊，能够提高 Telstra 股东股权价值。截止到6月30号， Infraco Fixed 在一年中占 Telstra 集团收入的 12% 和 EBITDA 的 26%， 这意味着据 Infraco Fixed 收入为24亿美元， EBITDA 为 16.6 亿美元，利润率为 67.4%， 目前也是 Telstra 目前盈利能力最强的业务。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在悉尼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下期节目再见。